他就是唐山卤煮界的扫地僧，藏在沿街里，爬猪头脸是他37年之大业。主材选用重达0.3吨的大肥猪，另加九华山15种植物香草。从85年开始干，一直干到现在。刮掉角质死皮，脸部梳轴上随面形变化而转动，秘制蜂蜜，熟练的摩擦47秒，高温炸制。用纯棉白布包裹，五花大绑塑形，沉浸17年老汤，卤制5小时。这汤从开业85年开业都有了。五道工序一气呵成后，色泽金黄，肉里流汁，软糯香醇，入口即化，特别要命。他讲述笨点不怕，只要你老实刻苦，我都可以教的。因香气肆意附身，惹得外卖小哥怨声载道。老板呢？哎，有啥事儿？我一般给你们送外卖，全村的狗都追着咬我。这咋弄呢？